我点外卖，你吃不？你要点啥呀？麻辣烫。不吃，减肥呢。不吃拉倒，那我点我自己的了啊。不是你，你怎么还吃上了呢？跟你在一起，你还不让我吃饭？你不是说减肥不吃吗？我给你订外卖，饿了么请上海朋友吃饭，不答题就能免单，免单最高可免56元，一天8个时间段都可以参与，正好快4点了，我再给你整一个。不吃了，减肥。那我不订了，磨叽呢。那别啊，那免单不就浪费了吗？我听你肚子好像又响了，要不然咱们再订个汉堡蛇的可乐。我问你，你前女友什么样？你保证你不生气，你保证？行，我保证。他们吧都挺好看，而且都很善良，性格吧也很好。他们？你到底有几个前女友啊？啊，不是，你不是说不？他们还都很好看，还很善良。那你为什么要分手？你直接跟他在一起得了呗。哎，你不是说不生气吗？我没生气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我的前女友。我是你前女友，行，那你先走吧。哎呀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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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我的初恋。呸。哎，男女生晚上玩手机的区别。哎，这视频太有意思了。哎呀，这虫也太可爱了，我好想拥有一个呀。这看着也太好吃了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订一个。哎，这啥游戏啊？看起来挺好玩。原来是崩坏三手游啊。3D 全视角卡通渲染，无限可能的分支连招，酣畅淋漓的超强打击感，打造次世代动作游戏。点击左下角就能跟我一起战斗了，我也在左下角下载一个。哎呀妈，真有意思啊。那个，我是你邻居，你能不能借点闲言？你能爷们点不？哎，等等，能不能借点闲言？是爷们点，不是嗓门大。哎，等等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3、2、1，撤。你等会儿，我去给你拿啊。给你盐。哎，那个我懒得做了，你那啥上家给我那个做饭吧。啊，我操，你听不见呢。好嘞，快点。哎，你说那个少女和少妇有什么区别？跟少女独处时少女羞涩，跟少妇独处时你羞涩。